大家好，我是 Pia，让我们继续学习旅行汉语。在旅行中，我们如何谈论天气呢？第一个句子，今天北京的天气太热了。今天北京的天气太热了。今天北京的天气太热了。第二个句子，明天的天气很好，不冷不热。明天的天气很好，不冷不热。明天的天气很好，不冷不热。你那儿的天气怎么样呢？